假这件事情，大家现在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共识了，好，这是今天的共识。那现在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国民党，你接下来对于这件事情已经被蔡英文把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之后，国民党要怎么办？要有新论述吗？我王定宇，我还是要讲一下哈，这个哈，我因为我特地，你也跟他有过节，我脸书骂过他好几次哦，这样子啊，连战当时怎么讲，我还是还原一下啦哈。事实上，我特地找了当天哈连战讲完之后的新闻出来哈，大家看一下标题哈，这个标题哦，这是联合报下的标哈，连战当时讲什么？两岸关系留给历史去解决，指九二共识被陈水扁当成抹红别人的工具，国青不愿意再与他周旋。那连战里面讲了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他说呢，九二共识呢就被陈水扁当作宝贝嘛，用来抹红别人哈，然后就是说让他变为拿来卖台，指责这个国民党或这个亲民党卖台，然后联共支持一国两制。那国青不想要被贴这个标签，所以呢就不要再跟在九二共识上的议题跟他周旋。所以这是他的原意啦。结果呢，这个王定宇呢就剪了那刚才讲的那一段话，所以说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连战反对九二共识，连战反对九二共识的前提是说陈水扁不断拿九二共识来抹红，那所以说这个是完全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的。那在这里呢，又跟呢我们中天有点关系哈。刚刚我们一直讲说王定宇是惯犯，我特地找一个惯犯的这个例子来，这个是当时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当时呢王定宇呢这个他在他的脸书上剪了一段。一个果农啊，事实上他不是果农啊，哦，他是果农的朋友，但是呢，王定宇呢没有把这个果农的朋友剪出来，他就说呢，中天呢找了一个，事实上这个人是里长，哦，然后呢，中天就访问他嘛，啊，然后这个他的诉求是说啊，这个高雄的水果很难卖啊，要救救果农啊，哦，然后让韩国瑜来当市长啦，高雄才能发大财，类似这样的论述。结果呢，王定宇呢就恶意剪接，他说，哎，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不是果农啊，不是农夫啊。对啊，他是个里长，然后就爆料等等等。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王定宇剪了没有什么，没有下面只说这是凤梨果农的朋友，就这个人本身是凤梨果农的朋友，然后电视上也打出了那个他的 title， 所以王定宇就不用这个，用了别章，然后来爆料。那结果当然还是被抓包了。那我要讲哦，我觉得真的很恶劣，非常的恶劣，请容许我这样说，真的很贱呐，这是贱招。他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要去搞连战在当时讲的话？他就是为了来加强或迎合蔡英文最近谈的嘛，就是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什么一国两制的这个论述，要大家不要再谈九二共识嘛，这一件事情嘛，你可以支持蔡英文，好，所有的论述我们都尊重，可是你不可以拿造假的东西来当作证据。我觉得真的是很贱招一个啦。那王俊宇再这样弄下去，我说真的哈，只会让自己他会不会换脸书大头贴？有可能了。所以哈，我当然那好，那回到刚才就是说，这个主人问就到底九二共识要不要对国民党而言要不要一个新的论述？我觉得当然这个必须要党内秀也要有一定的共识啦哈。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们要先了解。到底九二共识等不等同于一国两制的内涵？国民党不是已经说不等于了吗？对呀，就是还要先了解。同啊，这个部分我是说问号，我要回答嘛。就国民党我们先发言声明，当然就是不等。对，等不等？当然是不等于嘛。事实上，你如果从那个什么习近平的谈话里面，虽然他整篇谈话里面有前言有习武点。我从头看到尾，他从来没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说这当然是蔡英文的计谋嘛，或阴谋嘛，他就是要把这两者牵在一起，恶意的连结嘛，然后再来拿这个来修理国民党嘛，说啊，你支持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等，这是他的计谋，这当然是蔡英文的计谋嘛，或阴谋嘛，他就是要把这两者牵在一起。恶意的连结嘛，然后再来拿这个来修理国民党嘛，说啊，你支持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等，这是他的计谋，在伎俩。好，但反过来，假设他的内涵就不等于，那九二共识是否要去修改？那我觉得，假设他不等于，那为什么要修改？如果他只是被蔡英文或王定宇这些人来抹红抹黑，那九二共识是否要新的内涵？我觉得目前为止看不到有非常的急迫性嘛。你听听江启臣的说法啊，江启臣说这个。九二共识对很多民众来讲内涵非常相对上难以了解，但是一国两制对很多民众来讲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很容易被误导，那是不是要重新再来做一个新的论述，代表说
江启臣认为现在被误导九二共识等于一国两制的这个风向，这个风是很强的，所以蔡英文总统才会因为这件事情大复活嘛。那所以呢，国民党要做的是一个应对，这个应对是继续坚持九二共识，把它讲得更清楚，然后告诉大家说九二共识就不是一国两制，九二共识就不是一国两制，还是要提出一个比现在九二共识论述更强而有力，让民众更容易清楚的一个论述版本。我讲一下，因为事实上啊，在就是习大大他针对这个有这个宣言很重要。那当然，因为国民党在第二天，蔡英文是在当天啊，就是我们不支持一国两制，然后又把九二共识故意扭曲成是跟一国两制是等同的啊，那是恶意的扭曲。那当然，国民党他在第二天啊发表了宣言，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国民党为什么那么慢哈，怎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宣布也非常的重要。那事实上，至少我不晓得党团，因为党团应该立法院党团应该也有接到这个讯息，因为这个宣布啊，就第二天发表的宣布，事实上是跟立法院党团是有经过讨论的，好，并不是党中央单方的去提出这些的这个宣布。那后来当然也包含我们这个议会的党团啊，他有传过来说，希望我们有关于两岸的论述的部分，就以那一天的这样的这几点的宣布为作为一个基础。好，回过头来就说，现在国民党到底要不要谈九二共识？哈，那或者说你要有什么2.0版、进阶版、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我常常在讲啊，因为两岸论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人，我常常觉得说，你一个个人的一个两岸论述，哈，它再大，我认为它没有办法超过，就说在我们全代会，因为国民党最高的权力组织是谁？也不是党主席啊，哦，也不是党主席，而是全代会通过的政纲里面，我们在好几次政纲里面有关两岸论述，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要讲就是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不管你喜不，你觉得这个论述是不是应该与时俱进，或者你觉得这个论述啊，你现在讲起来哦很难呢、哦、我很怕被洗版呐、啊，我很怕影响我的选票等等之类的。可是这个是在国民党全代会里面政纲通过的，如果有任何的中生代，如果有任何的候选人或者未来的一个正式提名的候选人觉得说。这个两岸论述，这个九二共识哈，已经没有办法成为我的论述。我觉得非常应该在整个全代会里面政纲里面去提出来，要不要做一个修改或者是跟动？那当然，我觉得很多的论述，你批评它很容易啊，你批评它，你觉得哎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你可以提出来更好的，你可以提出来九二共识本来就是有一些创造性的模糊嘛，创造性的模糊在。在台湾，每个人都说，民进党最喜欢骂国民党，说你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啊，那老共根本不要讲什么一中各表，因为事实上都知道老众喜欢一中，然后但是国民党要各表，好对不对？台湾方面要各表，因为我一定要有表的机会啊，对不对？因为我要表达，就是说我们支持我们这个统一的一个中国是指的是中华民国，这个从当时连在2003年他讲的法也是这样子嘛，他说我支持一个中国，那一个中国就中华民国。到现在为止，吴敦义当主席，朱立伦当主席，马英九当主席，每一个都是这样讲啊，有没有哪一个人讲不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话呀，对不对？洪秀柱不一样啊，没有，洪秀柱也从来没有说我讲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没有哦，他提到一个所谓的一中，表一中，对，可是他后来有修正了、啊，但是历任的党主席，就每次我们谈到。一个中国哈，认同一个中国，但一个中国是属于中华民国。那好，我觉得就是说，包含自己党内好，或者外面还讲说，哎呀，你们国民党笨蛋呐，不会讲啦，哈，这个九二共识已经落伍了，巴拉巴拉一大堆。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也必须给国民党一个公平，也就是在现在在两岸交流，包含两岸的三通。包含23项协议，包含后来的 ECFA， 包含你这些很多的一些交流，以前的防疫的什么等等东西，全部都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是不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国民党提出一个可以对岸接受的一个政治基础，一个交流，就是我们把这个台子建立起来嘛，大家才有桥梁嘛。今天你要把它踢开来，就没有桥了嘛，对不对？所以
我要讲是说，请大家也要给国民党一个公平啦。如果你觉得这个桥不好，你觉得这个桥不好，你不会讲啦，被人家说成这样子，你建一个桥给我啊，对不对？有没有另外一个桥可以支起两岸的一个交流的桥梁嘛？如果没有，我老实讲，我觉得那个都是好像自以为很聪明了。我老讲，自以为我还悬赏500万了、啊，你对对对，所以我意思说，他为了那座桥悬赏500万，但现在都没人领。好，我觉得至少在这么长期以来，国民党所提出的两岸最重要认识数九二共识，它至少成为这个桥梁，而事实也证明，在。在国民党执政下，或者现在是县市长，只要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都有这个桥梁嘛？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吧？任何在批评这个桥梁，做这个桥梁，你腐朽烂了什么、啊？要换，你换一个桥梁给我嘛？你换一个这个不对啊，讲桥墩呐、啊，我应该讲桥墩，好，把这桥墩换给我嘛，打对不对？什么都可以啊，不是、啊、你换给我，我想尽量用白话文的方式，就是在很多人在做很多很多批评，因为太多人在批评国民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样不好，我不是说帮国民党讲话，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事实，也就是所以我也要说的，就是说现在刚讲说国民党自己要不要自乱阵脚。也就是现在确实好像蔡英文的声量比较高一点，那有一些国民党的这个中生代也好或什么啊，就会被洗版，包含朱立伦就被洗版，那大家是不是要退缩？哈，老蒋，我认为啦，九二共识如果一旦退的话，也就是以过去我们的基础全部都是没有正当性的，我们过去都没有正当性，那更大的问题就是。未来这个桥墩在哪里？这个平台在哪里？我觉得至少在现阶段，国民党仍然守住这样的底线，这样的底线不应该要无限新的论述。对，没有，是不是先生？但是我意思说，除非有人讲出一个可以替代九二共识，哈，你觉得你更聪明，你更厉害，而它继续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它是有效的平台。OK 啊，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你提不出来的时候，你只在骂他烂、骂他丑、骂他坏，那我觉得这那有什么了不起呢？你很聪明吗？有啊，对不对？现在这个是台湾共识啊，一直骂这个东西有问题是台湾共识。我要强调一点，我觉得这个要从法治的层面来思考了、啊。启程的讲法或是大千的讲法，其实是有危险性的啊。你说2.0版这件事，我觉得都不对的啦，因为。总统的职权很明白，就是等一下，他有什么不对？他只是说这个未尽理想，是不是大家有更好的而已？他不是，他是请教大家，他跟洪维的意见一样啊。你让我啊，你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说他马上要指出他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啊？大佬，你稍安勿躁一下。国防、外交、两岸是总统的职权。1992年开始，李登辉是中华民国总统，他委托两会，就是我们的海基会。因为当时陆委会没有办法跟国台办直接对谈，所以委托由海基会跟对岸的海协会开始进行对谈，这是属于半官方的机制，但是是总统授权的，总统授权两岸之间，所以这是总统的职权，两岸之间开始在谈有关于九二共识的问题，那么不断的一个磋商，所以这是总统的职权在行使了。总统在行使他的职权，两岸的之间的往来之间，不管是一中各表或是一中原则，不断的在磋商的过程中，来来回回，最后确认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主张是在于中华民国的地接了。陈水扁之后的马英九跟对岸的习近平在新加坡双方共同确认了有九二共识，而且确认了九二共识是两岸的共同的政治基础。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双方，台湾是实施总统的职权在做确认。你今天你单方片面的要修改，你单方片面要修改，那对方不接受的话，那就等于是重启谈判了。所以不是我们可以2.0版、3.0版，或者说我们可以重新来诠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了。这是一个总统的职权中，如果你今天蔡英文已经明白的说，我不要九二共识了，其实他也是行使总统的职权在讲，我不要九二共识。